民进党没有这个能力啊，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国台办是谁说？马晓光发言人嘛，是发言人状况有一点不好哈、哦。那我会请我们台中的陈柏惟拿他的消炎粉给他，看他能不能舒服一点。我没有对其他的评论。嗯，主席，我们还是想问一下，因为他这样子国台办这样讲，但是啊，吴敦义主席说我们对于我们是为了选举才捡到枪来撑香港。是啦，我不希望国民党这么轻易就跟国台办又连在一起了。吴敦义主席应该慎思。主席，我们实力之间啊，那党主席辞了之后，我们现在跟他合作，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进度？那再加上我们8月底前如果要提的话，这样是不是北湖啊？我们的进度征召的节奏还是要原定的计划来进行。那时代力量，我们真的很希望他赶快内部的这个组织结构能够尽快的确定。那我们以前跟他所谈的任何的基础，我们都还是一样的，希望能够继续扩大，而再继续的谈下去。我再重复昨天讲的，就是稳定的政党合作对台湾最有利。像这样，像实力，像陈羽凡，他就蛮紧张的。然后包含这样子，有跟许淑华之间，那到底如果他们的党主席一直都没有出来，那我们的节奏继续在跑，那这样到底怎么合作？我们这样子希望他们的权力赶快稳定下来。那跟整个党谈，或是候选人之间能够做一些私底下不同的默契的交换，我们都愿意啊。但是赶快权力定下来，我们会再等他一段时间。你们会等他哦？等到什么时候？照我们的节奏进行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改变。但这期间当中，希望有一个接触。那等不到的话，就是你们自己决定了。像许淑华那一区就可以征召许淑华。我们会真诚的等，但是不会默默的等。